摄像。这两天我来了一会儿，多看了会儿书。这个相，那宏观上讲，就是天相、地相、人相，大道至简，仅此而已。那我们说这个相，实际上指的是人相和地相，因为天已经被前面那个字“星”或者叫“命”被它收纳收购了，那剩下的只有人和地。但是人和地离不开天呢，那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这个天有九星啊，地有九宫，人有九窍。那天有五行，地有五方，人有五脏。天有365天，人有365穴，反正什么什么，其实人，他就是天地这个气的产物。天上都是无形的，地下就是有形的。天是风寒暑湿燥火。那落到地上呢，就是金木水火土，那人就在其中，那天地交化，阴阳和合的这么一个灵物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你想通了，什么一切都是这个大道，才是根本究竟。那你要再分的话呢？那人相，那除了你这张脸之外，那可以看长相、体相。现在的体相，又被运用到这个所谓的心理学，新流行的。实际上，中国早就有观相。言谈举止，就可知一个人的怎么样，丝毫不比，而且远远比现在的要更高深，够整体，它是成体系的。那分成各种派，什么柳庄、麻衣，还有天罡、水镜，各种相法。还有很多，那还有就是骨相，这个骨就是所谓的魔骨，那这个也很不简单，一般人现在几乎很多都进失传了。那真正的相啊，你要看这个骨骼。脸上就有6个骨，实际上比骨更重要一点的就是这个神，看你这个眼睛，还有就是其次这个气，很多人不会看了，只是看这个长相，那就装出来装相给你看，那都是假象。最最根本的还是你那个心相，你这个灵不是心脏，也不是大脑，这是物质，这是精神，还有一个合的东西。甚至你的脚相、你的身体各种志向、什么什么，都是相，都包括。小人相法，这是胳膊，这头。比这个身子两条腿，这些我们前面的课有的时候也简单涉猎，还有地相，那就是阴宅阳宅，尤其房产热的时候，这些年搞得炒得很那个，玄乎其玄。但是最高深的先生就是看天，